认识吧，就你这模样，咋的？看一眼就会终生不忘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那么漂亮啊！你长得像刀郎。你说谁是刀郎啊？那我要是刀郎，你就是蝈蝈。哎，朋友们，见过蝈蝈啥样没？就是这样啊，还是女蝈蝈啊？行了，别在这儿啃了啊！咋着？你进屋不？不进。今天我告诉你啊，郑重的声明，我这刀郎不跟你这蝈蝈混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说你进不进？不进，不进就不进。你咋着？好，好。听好了 啊！你说不进啊？不进。今天你要进，咋着？你就是刀郎。对，我要是进，我就是刀郎，我还就……那我不进去，我干啥来了呢？哎，屋里有人吗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哎呀，来了，哎呀，他大舅妈呀，你过来了，哎呀，你舅妈好，哎呀，老饭头啊，俩眼睛是喘气儿的，没看见舅妈拎那么多东西，快点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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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来，舅妈。他大舅妈，你咋有空来了呢？啊，他大舅没来啊？来了，在门口了，说是不跟我混了。为啥呀？他嫌我不会说话，跟我怄气呢。那这个人还怄气。老范头，你干啥呢？俩耳朵是摆设啊？没听他大舅妈说嘛？他大舅来了，搁门口呢，你去把他接进来去。别生气，舅妈。二米呀、啊，哎，你家小孩是不是越长越漂亮了？舅妈，你咋说那么对呢？越长越像俺家全顺风，可好看的呢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哎呀，你看他，你在这儿蹲着呢，来了不进屋呢。我跟你说呀，老范大哥、我不好意思进去了。为啥呀？我要是一进去，那我就成刀郎了。不是你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呢？什么刀郎蝈蝈的，你就是个扁担钩。行了，到门口得赶紧进屋吧，还不如刀郎呢。给我点面，你真是不是，我真不好。来喽！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不跟蝈蝈说话。我说他大舅啊，哎，你看你们两口子吧，一出门成双出对的，那多少人佩服啊！你们俩可别老怄气了啊！那我大舅这乐呵呵的样也不像怄气的呀。就是你们不知道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只能哼，跟我别别扭扭的，只要一见着人就像个人似的。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我一见着别人就像个人呢？我什么时候像过人呢？哎，你怎么能看出来我像个人？哎呀，我从来我都不……哎呀，我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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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舅，你说的不会话了，给我们笑的都老尴尬了。对对对，大舅那个太乱了，捋。对对对对，都是让你舅妈给我气的。哎呀，老范呐。你是个木头人啊！快让他大舅坐，我去沏一杯茶去。对对对，那个舅妈，要不上我屋看看我儿子呀？对，老好看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特别想看看，这孩子要是长得像钱顺风，那能好看到哪儿去呢？那个舅妈，在这屋，孩子，来来来，咱进去看孩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不爱听他说话。来来，坐。你看他有一句正经的没有？那叫什么话呀？啊，那意思长得像钱顺风，那也就不像个人了呗。哎，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。哎呀，你听他说话生气，你听不见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又不是聋子，我咋就听不见呢？他说出来我怎么能听得见呢？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两口子，夫妻之间，有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哪四个字啊？难得糊涂。啥意思？有些话你必须要听清哦，有些话你就得假装听不见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有的听得见，有的听不见呢。我有病啊！我听见了，那就是听见了。我怎么还能听不见呢？你这人就爱抬杠。什么抬杠啊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咱俩这么办？怎么的？为了让你心悦诚服地承认我的说法啊，这样，咱俩打个赌。
我这200块钱啊啊啊，先压里边。嗯，一会儿我就在这坐着。嗯，老米出来一看我，他肯定得说我懒，说一堆不好听的啊。我就假装听不见，我给他采取一种装聋打岔的战术，我让你看我怎么用这个战术化解矛盾。锤吧！哎呀，啊，人家说了你一通，你假装听不见，嗯，然后你就化解矛盾了。对，骗谁呢？你肯定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愿赌服输。你输了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要是输了，这200块钱归你。好，你要是输了呢，再给我200块钱。好嘞，啊，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把200块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得交我200块钱学费。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不能输。哎，你看他俩谁输谁赢。好，那咱就赌一回，看着看看谁输还是谁赢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何大舅啊，哎，快点喝水。好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好。哎呦，我说老范呐，哎，你说这家里来个瘸，他把沙发做个坑。我说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啥呀？啊，你说你这一天天懒的，天天闲着也闲不够，这人还说你呢。老爸，这有外人呢，你这么一夸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妈，我也没听出来咋就夸你了呢。我这叫夸你吗？你把那话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懒，天天闲着也闲不够。老大舅，你听见没？闲不够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他说我是一块他永远都稀罕不够的小鲜肉。哎呦我妈呀，还小鲜肉，瞅瞅你那堆囊囊脆，贼可爱。不是老伴儿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都不爱。啊，这下差打的。哎呀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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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头子，你说你今儿个这么一打岔呀，打的我这心里还热乎辣的呢。哎呀，亲爱的老头子，你要再过来我就该躺下了。哎呀，老范呢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啥事儿？出去一趟替我买点菜。拿钱。哎，给50，不够啊！你说他大舅大舅妈来这么多人吃饭，50块钱呢，不够，不够你就自己添点呗。啊！咋这又听不见了？别装听不见，不够你就自己添。买啥烟呢？他大舅不抽烟。我不抽烟。行，你可别装糊涂，我再给你50，拿着。这回够了。这回听清了是吧？早点去，早点回来。哎哎哎，这老东西，好使不？高啊！一会儿你就用我这招，装聋打岔。祝你成功，谢谢。我走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没想到这装聋打岔好使啊！他大舅啊！哎呀妈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自个儿搁那捣鼓啥呢？啊，我说这个水果得赶紧吃啊，不吃就不新鲜了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哎呀，二米小米，快出来出来！来，孩子们，好了吗？赶紧把这水果洗洗，改改刀，弄两个大果篮的啊！好嘞，啥玩意儿的啊？他大舅啊，哎哎哎，你坐着喝茶。好，我进屋陪陪他舅妈去。哎哎，好嘞，慢喝啊。哎，好，大嫂。哎，好。装聋打岔。这招好使啊。一会儿等我老伴儿出来，我也用在他身上，我试一试，看看这装聋打岔管用不管用。哎呀，你可真好意思啊，人家大家都在那忙，你在这闲着，你真能坐得住啊？你什么？你发现了一只流氓兔啊？什么流氓兔啊！啊，我说你没眼力见儿啊！你说流氓兔是王小倩儿，人家王小倩那孩子多好啊！别乱给人家起外号啊！我说话你听不清啊？哎呀妈呀！你说我长得像明星啊？像什么明星啊？我说话你听不见吗？你说我长得像彭于晏呐？哎呀，哎呀！
哎呀，我说老婆呀，你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我呀，我一直认为我在你心里是很丑很丑很丑，但是没想到今天我在你心里那就好像是一只小鲜肉级别的小奶狗啊。哎呀，你今天有点反常啊。对呀，是得反常啊，因为你没有这么夸过我呀。我什么时候夸你了？你刚才夸的吗？大伙都听见了，一会儿说我长得像明星，一会儿说我长得像彭于晏，这家伙把我夸的心潮起伏波浪翻呐、啊！你的手就好像摸到了我的小心肝呐、啊，忽然间让我有一种找到了初恋的感觉。哎，你现在有没有我的这种感觉呢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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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你突然拉着我的手啊，我也是心潮起伏波浪翻呐、啊，就好像青春撞到了我的小心肝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我的心，你就是我的肝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老伴老伴老来伴，咱俩还得在一块儿啊。哎呀，夫妻的感情就像下大酱啊，越闷越香啊。对，两口的感情就得像熬糖稀一样，越熬越甜呐、啊嗯，而且还越熬越黏呐、啊。对了，黏得分不开呀、啊。老婆，老公，抱一个。来呀，来。哎呦我的妈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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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咱俩可啥也没看着啊，没看着。你还想看着啥呀？那个大舅，舅妈，来来来，吃水果，吃水果。这刚才还吵架抬杠了，这会儿这样式儿的谁受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就叫做爱恨就在一瞬间。哎呀，唱的忒好了。其实我们俩没别的意思。我们老俩啊就想给你们小俩打个样，告诉你们夫妻之间的爱情啊，没事儿就得保保鲜呐、啊。你也没劲了，啥？我跟你妈聊聊天去啊。大舅啊，大舅啊，你刚才干啥了？拉了他一下小手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就拉了一下手，就让我舅妈就这样式儿的了。对，哎呦我的天，就羞涩了。哎呀，哎，大舅，哎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我爸又给你支招了？是不是？太对了，你爸这招真的好使啊！装聋打岔。装聋？对呀。刚才咱妈说咱爸是装听不见呢，套路啊，套路，套路太深了，但是真好使啊！哎呀，看见咱爸没？什么情况？啥情况啊？买回来了、啊，好使啊！师傅，装聋打岔高啊！我真是要甘拜下风了，你这招太好了，你赢了。愿赌服输，咱俩是谁输谁赢能咋的呀？那爸爸那200块钱还我吧。啊！不是啊，我那200块钱，你说啥？我那200块钱！哎呀妈！突然间听不见了呢！你给我滚一边子去！你拿我教你的招对付我呀？小点声啊！不跟你开个玩笑吗？看看，200块钱完璧归赵嘛！回来太好使了，我都没想到啊！哎呦，买菜的回来了，去的挺快呀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看你背后吃啥呀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下回咱家买菜还得你去。为啥呢？我给你拿100，人家给你找回200是吧？人家傻呀，找我200？不是你说这钱呢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这钱它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啥呀？你最能背后藏钱了。藏啥钱？这钱是他大舅的，对，是我的。好啊，
我说你刚才甜言蜜语的，原来你心里有鬼呀、啊！你又背着藏私房钱了吧？没，那钱它不是我的。我都看见了，那钱是你的。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哎，行，你们二位啊，就别争了。啊、其实那钱呐、啊，真是俺家老范的。你看，是老范。老范呢？但是咋着、啊？有一件事儿，那不能糊涂啊、哦！老范，哎，这200块钱成功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啥哎呀？他大舅和大舅妈来了，咱不得请人吃顿去？啊！要是说请吃饭，也不能让你们请啊！啊，我来请。不瞒你说，老嫂子，我也有私房钱。他也有钱啊！200块。二，慢慢往回藏啊！我没看见、啊。难得糊涂，孩子们，走，咱上饭店吃饭去。你大舅请客，对，我请客。老范大哥掏钱。